一会4:45下课的时候，下课你喊我啊，封你要封的时候喊我，好叫我别忘了啊。东哥菜好吃吗？你个虎啊，远东江。哥。我还没远。哎呀，卷中间，我操！花海新城多少钱一个？这回选什么，哥？我到。我来掰了。这回选什么？中间。哎呀，中了，中了。中了中了，哎呀中了中了，拐一个一个那么贵啊，100块钱啊，行啊，你跟他说这饼做小点了，你做太大了，妈你这那你拆你有你那啥这这样子都他跟这样，哎你说的说干的咋的妈叫，哎呀哎呀哎，他坐，你让他坐，他坐，该坐，坐小点了。啊？该坐。坐小点。再拿锅，再拿锅，再拿几个锅？一个锅做得做多多久啊？这个。别看我。太辣了。太辣了，熟的熟的慢，薄点熟的快了。啊。这个不是不是随机的？哥刚刚是不是浪？哥刚刚刷多少，然后浪费了，咋整的？反正是浪费了吗？啊？开盲盒。你再选选，等我再开开呗。再开开，是大哥自己放的位置。哥，那刚刚浪费100块钱啊！浪费100外币啊！我操了！刚刚我平时啊有哥给我刷哈，我选不中，直接我看到这东西我就给插了，在他包里啊，那在包里就行，嗯，那行，那行啊，好嘞，啊，把那个电话打了，许哥晚上。有三个盒子自己放哦，我以为啥呢？没毛病。啊，这能自己放到里面哈？放多少钱？多少钱的？鸡爪子，兄弟们，今天做鸡爪子。鸡爪子，鸡爪子炖土豆。你多少鸡爪子吧？我那么一大盆。那把这干，这给你妈擦了。拆不动，退回。